大家好啊，又系标迷手表系列啊。咁你见到我而家嘅场景咧，就系、是、一间茶餐厅里边啦。今日揾咗一只真系 vintage 嘅劳力士啊 ，Datejust 啊，银面嘅条字。嗱，型号咧，照我估计咧系16014啊。咁呢只咧就比我之前拍嗰只蓝宝石镜面咧更加早。咁啊，估计大概系。80年代中啦，至到80年代尾嗰啲咁嘅即系年份嘅，咁你见到咧就系、是、一个胶面嘅设计，咁亦都系用一个 tritium 啦，咁你见到咧嗰、那个底嗰度咧写住个 T 字嘅，咁样好有 vintage 嘅味道，咁一个好以前嘅做法啦，夜光点同埋 button 式嘅做法。嗱，因为历史久远啦，咁你见到咧标注咧系配咗一条都几潮喎嘅，即系牛仔皮嚟喎，呢个系牛皮嘅一个做法啦。咁你见到个车线咧都系好即系粗犷豪野嗰种咁嘅 style 嘅，咁其实都几衬噶，我觉得即系嗱状态唔错嘅，即系几廿年嘅标咧，你唔信咧，即系冇乜大花，冇乜大崩嘅，嗱味道系有嘅呢只。應該是16014啦，如果冇估計錯嘅 Datejust Vintage 嘅一個版本。我記得咧，以前咧屋企人咧都留咗一隻即係 Vintage 嘅舊裝錶啦，都係膠面啊，咁平平錶嚟嘅啫，寶路華嗰啲。咁我記得咧，即係十幾年前啊嗰陣時，我仲記得咧係攞住隻錶咧去即係錶行問嗰啲人咧，啊究竟呢隻膠面咧可唔可以換玻璃面，即係換藍寶石鏡面啊咁樣，因為我覺得膠面咧就比較容易化，咁但係咧。即係諗翻起咧，即係當然啦。第一個理由就係換唔到啦，因為佢嗰啲邊口位咧係唔啱嘅，即係膠面嘅邊口位同埋藍寶石邊口位咧，即係夾唔到嘅。咁第二咧，即係如果你而家諗翻起咧，喂，應該唔係喎，即係實在太多藍寶石啦喎，而家嗰啲錶應該咧係膠面更加有味道咯。